防蛇，可以防老鼠、麻雀、黄鼠狼的网卷网。来看一下咱们这一款，一卷是18米的长度，孔径啊，1.2公分的一个小方孔，小拇指肚的一个大小。可以做鸽舍围网、生态鸟笼的电焊网。来，咱们看一下这一款，1.5×10公分网孔，横丝1.8毫米，竖丝1.5毫米，可以防老鼠、防麻雀、防黄鼠狼的加密小孔。表面镀锌处理，防腐、防锈、耐酸碱。给你看看什么是好品质。看这样一大卷啊，来，咱们看一下孔径，1.5×10公分长条孔，咱们养鸽子、养鸟，防老鼠、防麻雀、防黄鼠狼，横丝1.8毫米，竖丝1.5毫米。